我真的现在想想，我真的我一个朋友，他一直啊，他结婚了，我同学，我已经49岁了，我同学他结婚，他高大学毕业就差不多就结婚，一直带着他老婆的照片，我说哇塞，你们俩真的是恩爱，很难看得出来。现在哦，你大哥，你的钱包里面有放老婆的照片吗？都有吗？对不对？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还没有放，对不对？搞不好孩子还放着女朋友的照片。我想说，哇塞，你们俩那么恩爱啊！我说没有了，我只是放着那个老婆照片了。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打开来说，哇塞，这辈子连你这么难对付的我都对付了，还有什么好过不去的？我有一次跟他讲说，老公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嫁给你吗？想说表现一下那个情趣。他老公说，为什么？我是仙女下凡，我来找你报恩的。我那同学一听，你还是赶快回去吧，我觉得你是来报仇的。